差价合约交易的六大秘诀。第一，掌握一个好的交易方式和策略，这确保你保住本金，再来能持续盈利。第二，谨慎选择合规经纪商，不是你认识老板就是安全，重要是交易环境适合自己和安全出金。第三，设定好交易计划，不是时间长就是好，重要是把交易当成事业。第四，重复复习和跟进时事新闻，永远更新自己。第五，投资是有风险的，风险管理很重要，心态决定了你的收入。第六，跟着我们 Secret Trader 就绝对错不了，我们是风险交易员，交易精彩人生。